台中国家歌剧院今年 NTT Arts Nova 又来了，这次将安排13出的国内外节目演出。宣传记者会上，歌剧院的艺术总监还化身为 AI 主播，介绍内容和亮点。台中国家歌剧院就表示了，首度来台的有英国电音大师 Max Cooper 以及比利时的静物剧团，节目是绝对精彩可期。新媒体艺术家吴秉胜结合声音艺术家邱俊霖及视觉艺术家刘成杰联手演出《感觉的边界》精选片段，为台中国家歌剧院今年 NTT Arts Nova 来宣传。今年主题是时间，将安排13出国内外的节目演出，跟时间有关。那跟时间有关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那今天我要针对我们国内的艺术家们聊一聊，时间对他们而言是什么？而对我而言，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声音的艺术。那如何是声音的艺术？或许大家也可以从今天国内外艺术家们在创作上的想象跟发表，可以得到一些感受。宣传记者会上，歌剧院艺术总监化身为 AI 主播，介绍内容和亮点。除了宣传首度来台的英国电音大师 Max Cooper 及比利时静物剧团带来的精彩演出之外，还有一项演出是结合国际级艺术家将歌剧院19公尺高的曲墙当作画布创作出的光之曲目演出。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么棒的一个像类似天然洞穴又是一个人造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带来了 Reconnect 叫做 New Canvas 的系列。那 New Canvas 就是跟 Ars Nova 有很大的呼应。对我们来说，什么是 New Canvas？ 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表演，或者是一个共创共融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平台。声音 Audio Visual 的艺术，那有非常多的艺术家们参与。那今年在音像艺术这个项目里面，我们有5档展览跟演出。那刚刚说到13档的那个 Arts Nova 里面有4档舞蹈，有4档戏剧。台中国家歌剧院表示，透过戏剧、舞蹈、音乐和文学，结合最新的当代科技，要来诠释人性和时间的关系。节目场场精彩，持续到6月初，欢迎民众走进剧院来欣赏这13场国际级的精彩演出。记者李静仰台中采访报道。